人咋个钓鱼的哈、啊、要先从这个学会开洞洞开始。今天我们师兄教我咋个打洞。它的冰层好像有一米哈，一米，必须保持这个钻啊垂直啊、嗯嗯、垂直下去。这一条钻啊，感觉不下了，又用力压一下，哎，就这么大冰洞就可以下了。对，来点。洞洞打好了哈。准备开始开钓了，捞完了放进去，哦，搁这冰都捞没，冰要捞完哈。对，看不见，是虫子哈。对，我还以为是植物呢。虫子，看，虫子，看、哦啊、肉肉的，哎，羊辣子。对对对，在咬人的那个。对，过来，都看到下面鱼。有点像筏钓，这个放线的钮。今天我们主要钓的是六根哈。柳竿鱼，东北特有的啊！下鱼了啊！下鱼了！哎呦，这个不下鱼吃。小柳竿，哎，这个给我。太脏了，太脏了。那得小鱼吃，哦，不对，小猫吃。好的，我们第一条鱼给小猫吃。啊、小猫吃，对，有点奢侈了啊！你敢拿吗？敢拿吗？哎呀，柳竿鱼，太难拿。小猫吃吗？肯定吃啊！我操，国语的。阿弟，不要着急啊。对啊。哎呀我的妈呀！你瞧，你给小猫吃吗？哎，有口了，90口，打！终于中鱼了，我开始打了，开始。这个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！我去，上钩了，柳竿一条，二两。我觉得这个冬天哈，钓鱼真的不容易，摸到都冰钱。钓了2个小时，看我们的收获，总共钓了5条鱼哈。这条最大的是我钓的，啊，这个叫柳竿鱼，是一种冷水鱼哈。还有一个什么，这个到处都有的，我们还得串串啊。还有一条鱼哈，喂慢慢了。我的人生这辈子哈，重在体会。虽然一说我钓鱼呢，肯定没人家专业钓鱼钓得好，体会了就对了。准备回成都了，张师来收竿竿，准备走。好的。把这个鱼带回去。